本节目由有料更任性的巧乐兹冠名播出。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吃了再跟我讲道理。刘浩然，你的粉丝现在在我手里，如果想救他们就速来剑山公馆，否则你懂的。吓死我了啦，刘浩然，你看我宝贝在这儿啊。刘浩然，我告诉你，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也是朕为你设下的局啊。你的粉丝在楼上，你干嘛帮我的粉丝啊？因为你没有粉丝吗？啊，因为你没有粉丝吗？现在很多粉丝，不好意思，黑粉也算是一种粉丝，不好意思。边打边玩边放松，这里就是周一见。今天请来的这个大来宾就是我的好弟弟刘浩然了。本节目由有料更任性的巧乐兹冠名播出。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吃了再跟我讲道理。走吧，上楼。哎，本期周一见，刘浩然为救粉丝孤身涉险，必须完成三大闯关任务，才可拿到钥匙解救被困粉丝。一场紧急的少年营救行动马上开始。桌游吧什么的地方，号称是我在节目里的公馆。别吵啊！这是我们家的这个公馆，你看我们家的三位保镖，是吧？长得一般。这个把粉丝放出来，放出来。演技比你好，就这个演技的话，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非要演这种恶婆婆和好媳妇的戏吗？接下来你就要和这三位进行面对面的 PK。关卡一，进击的黑衣人。本轮关卡，刘浩然需依次向三位黑衣人发起挑战。挑战内容分别为石头剪刀布连赢三把，90秒内逗笑黑衣人和干瞪眼，三关全部闯过即可拿到钥匙，救出第一批粉丝。Round one， 来石头剪刀，两把了，哦，不行，还差一把，还差一把。耶，连赢三把。Round two， 90秒逗笑黑衣人，现在开始。看着好凶啊！这种摸他应该难笑吧？因为他现在也有一些下垂。哎，他怎么都不笑啊？笑一下，戳十环。不笑啊？你觉得他长得帅吗？你觉得他长得帅的话，你笑一下吧。笑了。Round three， 干瞪眼，看谁先眨眼。三二一，开始。好想唱一首《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怎么唱？姬姬姬姬，霸王别了姬姬姬姬姬。姬姬姬什么？哎，他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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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是你。第一关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锁，然后把粉丝放出来。我真的是钥匙，真的是钥匙。谢谢，那边买一下单，那边买一下单，谢谢。你刚刚打他好多下。打他屁股，打他屁股，打他屁股。
来，我们解救完之后，一人表白浩然一句好不好？哎呦，你还跟浩然撞衫哎！浩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浩然，我喜欢你，喜欢你，我好中意你呀！浩然，我们家全家人都喜欢你，老的、小的、少的都喜欢你。比心，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第二轮如果想解救更多的粉丝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画画传递到最后一个人来猜出我们画的是什么意思。关卡二，画画传真。本轮关卡，刘浩然将与上一轮被解救的粉丝一起完成任务，五人平行站立，张大大出题，只有一人能知晓题目并通过画画的方式表达出来，转与下一人，以此类推，每人只有30秒作画时间，最后一人猜出正确答案即为成功，猜错全员脸上被贴上一颗痣，猜对3题则闯关成功。我们看第一关，第一张，噔噔噔噔，开始。还有5、4、3 ，OK 的，2、1，时间到。我都不知道我画的谁，哎，他画的还蛮像的，5、4、3、2。对不起，我瞎写的，我瞎写的。啊？我刚才有个粉丝把上面字也写上去。25秒，么么哒，3、2、1，时间到，好，到你猜了，来，这是什么？张大大。并不是。柴犬。柴犬。作弊。不是。他问我。好嘞，擦掉，重来。每个人贴个痣。还是很好笑的，你们就自己贴吧，好不好？你们就互贴互贴，自拍。这个太有特点了，简直是我心中的心头大爱。这应该会画吧，画那个。这头发是，简直欺人太甚。OK 的 ，OK 的，他们肯定知道。好，下一位。应该 OK 吧，这一轮这画得很明确了吧，我觉得可能会，我觉得他可能会收到律师函，很难再保护他的性命了。好，来来，请猜这个是浩然。Oh no， 觉得是谁？怎么会猜是我？他跟浩然搭档了一整季节目。对，这把浩然猜吧，浩然你猜吧，你猜吧，你猜吧，这个应该很好画吧？这如果都画不出的话，我觉得这人的人生是灰暗的。OK 的，这次肯定猜对了。到第二位，我已经不想碰这个东西了。浩然在焦灼的等待。3、2、1，来，都转身，只有他可以。来，请给浩然看，这是什么？冰淇淋。答对啦！我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位呢就是正宗的冰淇淋巧乐兹，第二位呢就是开始模仿巧乐兹的一些商家。答对2题了哈，还有最后一题。好，来3、2、1，这太难了。好了，下一位，我甚至觉得他画的比你还好。这位怎么每一次都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个是什么？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但是有一个人能猜对就可以了。猜一下到底是什么呢？啊，不错不错，它是简笔画。仅仅3个字，这个很难。这是什么？3个字，浩然能猜对吗？男孩子。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人叫什么？男朋友。对。恭喜4位通过，噔噔噔噔，来，你们想不想再救你？喂，小心小心小心，来解救！我觉得根本不用我救了，
拍的拍碎了。哎，怎么好难听？笑一下。有，你的忠实粉丝。魏姐就出来吧 ，Hello， 好久不见，拍一个代表讲句话呗。你好，很开心能够看到你，然后今天特意休年假过来，休年假，对，然后呢，希望您好好加油，谢谢。哇，您为什么喜欢刘昊然啊？因为他的智商高能，然后颜值非常的高。戏拍得特别的棒，谢谢。然后呢，跟张大大一样，都是特别的厉害。谢谢我们的粉丝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我跟你讲哦，送走这一批，我们还有一批粉丝被关在最后的房间，就在我们右手边的房间里面。然后呢，我们只有完成第三关终极关卡，也是我俩都很喜欢的狼人杀。关卡三，趣味狼人杀。本游戏为七人图编局，角色身份有三平民、两狼人、两神。狼人杀死所有的神或者所有平民，则狼人胜利；好人将全部狼人投出，则好人获胜。本轮关卡只需刘昊然所在阵营获胜，即可拿到钥匙解救最后一批粉丝。如失败，则需送出福利才能解救出最后一批粉丝。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各位，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来，从一号玩家开始。来，欢迎第二位。好，我是叫海剑就好了。哎，大家好，我叫菠萝。然后的话呢，我玩狼人杀的时间呢就不是很长，所以的话呢，希望等一下大家多多留情。准备开始。先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今天晚上你可以验一个人的卡，他的身份是预言家。回去，请行者睁眼，请行者回去。天亮了，有六号还是八眼？六号玩家是一张预言家牌。六号玩家是一张预言家牌。昨天验到就是七号牌，你是一张狼人牌。谢谢你想要守验我的那个心。我想告诉你的说，这个话我只说一句，但我真是预言家，但我真是预言家。因为我是第一个位置发言，我是张真预言家。后面的话呢，一二三四五，就你们谁发言不好的话呢，我就会去验那张牌。因为这个板子只有七张牌，只有两张狼人牌。因为我验到了一张狼人牌情况下，我只需要看一下后面一二三四五有谁捞你就可以了。我是一张真预言家牌，过。没有人救我，因为我是单独的一个人，我没有团队，所以你不信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你们后面的人谁是认识我的。但是呢，昨天晚上因为这个我验到的人也是一个狼，然后呢就是买一送一，我昨天晚上验了四号刘昊然是一张查杀，然后六号现在起跳跳我查杀，就你们可以投我票，但是如果我死了之后，你们请按就是四六这个顺序先出人好吗？因为四号是我验的，你们也可以后出四号，四号真的是我验的查杀，然后六号他是先起跳来咬我的，就这局游戏很简单，就这样好吗？过。就我觉得七号说的像是真相啊，不知道。有那么简单吗？七号的发言告诉我他是一个预言家四爷，而六号不是一个预言家四爷，我会偏站七号这边吧，所以我决定强站一个七号这边吧，好吧。就七号这种场子敢给四号一张查杀，你告诉我四号不是一张狼人牌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先不要出四，先出六号这张牌吧，对吗？四号这张牌留着，谁丑先出谁、啊、我觉得三是一张好人牌，张一号牌就是你七是张真预言家对吗？那游戏很简单，四六两张狼人牌，就四号这张牌我肯定要听你
怎么聊，对不对？是会去打七还是又跳一张预言家牌？如果又要跳，那很简单，对不对？先出六，再出四，再出七，我这边是张好人牌，过。我为什么下套知道吗？我才是预言家，我才是预言家。第一把查杀六号铁狼，结果他第一把上来穿我的衣服，我吓死了，说全票出六，谁不出六谁就纳入我查杀的范围，明白了吗？ OK， 全票出六，他是我的查杀。发言完毕。造四号玩家发言，不是我玩的有点懵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板子跟我们玩的不太一样。六号起身给七号一张查杀，七号反身打六号一张查杀，七号说自己没团队，一二三三个人站七号的队，就是我觉得这个板子跟我玩的不太一样。我的身份你们随便聊，你们要信叫玩家，那你这样，你们要真信的话，你们六号打飞打我四号嘛，就游戏就结束嘛。六号玩家，因为我觉得他玩的没有一跟七这么好，就是六号玩家敢起身给七发张查杀，在我这儿可能我是信的，但你们一二三你们都这么站队，但是我只能站六号边的队，我站六号的队，我觉得这个板子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就七号玩家起身给我四号一张查杀，我觉得那是你厉害，那你真你玩的好，你把我四号打焦点牌你玩的好，但这轮我还是信六号，就是我觉得我不相信说一个玩的一般的玩家敢起身给七号玩家这样的一个牌一个查杀，我觉得这有点假，有点假，过。我觉得这张六号玩家可能是一张村民硬穿的一张牌，我认为三号玩家可能是张狼人牌，我不站边，我是张好人牌，选择甩锅。好啦，所有玩家闭眼投票，三二一。发表遗言。我六号玩家是一张平民牌，因为看到大家跳预言家跳得很开心，我只试着演一波，结果也失败了。然后的话，但是我要跟你们场上好人讲，就是我是一张平民牌出去的，所以的话呢，你们就盘的时候呢，一定要盘现在场上还有两狼的格局，所以的话呢，我就假装去抿一波他的身份，然后想去看一下查查他，看一下他弹性怎么样。然后结果把自己玩脱了。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听下来，因为呢我是一张好人牌情况下，你三号牌在那个末置位查杀发我一张查杀牌，所以你三号牌呢必是一张定狼牌，我是这样子看的，过。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他的身份是预言家，回去。天亮了，昨天晚上倒牌的是二号，游戏继续。死左三号发言，铁狼刘浩然。七号就是预言家，回答六号的疑问。我怎么可能是预言家呢？我怎么可能？我已经相信他的身份，我一定要出来说我是预言家，不然的话预言家就不能留到这一轮了，倒牌的一定是预言家，他们以为预言家是二号，因为我们队形站得非常好，看起来每个人都像预言家，只是他的衣服穿得紧一点，我的衣服穿得松一点，对不对？预言家一定是七号，现在倒牌没关系，他一定，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是不是验了我，因为我穿你的衣服可能浪费了一次机会，但你的查杀还是有用的，所以无条件的投四号，而且二号倒牌了，浩然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他看谁的发言最精准，刚刚二号的发言最精准，他直接抿一抿就知道谁是谁的身份了，他连我是好人身份都抿出来了，所以他直接挂相，直接让二号倒牌入夜，四号刘浩然铁狼全票出，再见。到我四号玩家开始发言，就是六号玩家在我这儿，就是我刚刚我的发言，就是在一二三全部站队七号玩家的时候，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在给这个六号玩家，我再去帮他拉票。就这时候，如果六号玩家是匹狼，他有狼队友的话，看见一个人在帮他拉票，狼队友一定举票，一起去帮六号冲七，这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在投票的时候，谁投了？所有人全票打六。真要七号玩家真是让预言家把六号玩家打飞，你要看六号玩家团队，
觉得这时候如果六号家有个狼队友，三票起码三票，我觉得可以搏一搏，对不对？没人出吗？六号家狼队友不动吗？不管他吗？就这么把他扔出去吗？且这轮不刀切，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就我觉得这把游戏反正输了我也不背锅嘛。就我觉得这轮反正我还是要全票出奇，就上一轮我已经在做一件好人该做的事情，我去看六号家到底有没有这嫌疑，没一张票。今天我全票出奇过。本来上一轮发言的时候，我认为三号牌应该是一张狼人牌，因为在六号牌起跳预言家报七号查杀的时候，三号牌给了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是知道信息的反应，他笑了。我们找一下你的狼队友，我觉得是三号，对吗？过来。刚刚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料到二号玩家会死，因为我觉得我是预言家唯一一个肯定会先杀我嘛，没想到他们想先找那个潜行者去刀，然后我是验了二号是同验同杀的，因为我认为我死了我没有遗言的，我验谁其实我都报不出来这个东西的。我在查杀完了你反馈给我的就是怎么样信六号，你完全没有对你这个查杀给我一个攻击点，好吗？四号全票出局，下一轮就看你们的发挥了，过。四号应该是最后一张狼人牌吧，如果六号是狼人出局的话，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四五是两张狼人牌嘛，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走四号了。五号不是狼，五号只是发言差，那就走四号嘛，只是发言差，走四号嘛。三号是一张狼人牌，好吧。所有人闭眼投票，三二一，四号全票出局，游戏结束。谢谢五号六号参与，但狼人杀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参与感，而且和浩然不像平时我们粉丝送互动是比较激烈的，今天是斗智斗勇面，谢谢浩然啊。然后浩然在这边要画一个简笔画送给我们的粉丝作为福利，对吧？要不我画一个张大大吧。算了，太丑了。好了，画一个，画什么？画什么？随便你画一个，就粉丝纪念，你画一个，然后写上那个自己的名字，好吧？送给你觉得发言各方面表现最好的那一位，最好的那一位，七号希望到离开地球表面，帮你补一张，一会儿帮你补一张，没事，谢谢，好，谢谢，然后恭喜浩然挑战成功。我可以解救最后一批粉丝，对不对？来，走吧。啊，还有一批粉丝被关着，在楼上。然后你的粉丝现在被我关在楼上，已经浪费十秒了。哎，他怎么都不笑啊？你笑一下。哦，还有五、四。阿斯克，我要回家。我聊最后一匹狼在哪儿？最后一匹狼是七号。解救你最后一批粉丝，来，在这里面。Hello，Hello。最后。早知道，早知道就他一个人的话，还救他干什么？欢迎他，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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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很解压的综艺。然后呢，也谢谢我们的金主爸爸，感谢有料更任性的巧乐兹冠名播出。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吃了再跟我讲道理。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谢谢王大陆友情赞助了本期节目的某一个环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祝福浩然越来越好，也谢谢粉丝们。最后我们和粉丝们一起来个合影好不好？来，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买吃完之后还有吃的，谢谢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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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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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给这个浩然家加油，好不好？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下期见，谢谢。